哎呦，哇，哟，哎呀，这条大点，哎，这是一个小野塘啊，野池塘，基本上属于是，哎，首先有一条小的啊，这条是一条小货我们就不管了啊，超级小的，就筷子大小的那种。水很清澈，我们先往里面走一圈，绕一圈出来看一下什么情况。这里又不能走太快了，走太快会把黄鳝吓到的，它会提前打洞跑了。这里有一条，这里有一条，这里有一条，看到没有？第一条，兄弟们，这条不大，这条不大。这里有草。我们往草里面走一走，看一下，就怕有些黄鳝跑到这里面来，你就看不到了。跑到这个草里面，你基本上就发现不了它。运气好就看到了呀，有时候从那个小草缝里面看进去就看到了呀。这是一个小野塘，用来蓄水灌溉农田的。草太多了，兄弟们看得不是很清楚啊。那加上这种青苔，有时候有货都看不到。你看小尾巴，看到没有？发现小尾巴了没有？哎，慢点，哎，发现了一个小尾巴啊！第二条。就像刚刚这一条，它要是不露出个小尾巴出来，我都发现不了它呀。这条也是很小的，兄弟们，很小的，哎，跑掉了，很小。关键是有这种草。哎，这里又有一条，这里又有一条，哎呦我们，看到没有？谢谢你们送的灯牌，谢谢大家啊！就是杂草太多，不太好分辨。它躲在杂草里面，我们基本上就水是看不到了。这里又有一条，兄弟们，这里又有一条，看到没有？哎呀，早知道不给你们看了，我直接动手了哦。就好了，就都能抓得到了。给你们看一下有在哪个位置，以后看清楚以后，基本上就跑掉了。不管了，再找找看。我只是想把那个草搬开给你们看清楚啊，没想到他就这样子跑了。
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大一点的哦，三两左右的那种。哇，全是水草。啊，这里又有一条，兄弟们，这里又有一条啊，在草里面，在上面，哎，跑掉了，跑掉了。往这边来的，往这边来的，看到没有？哦，只发现了小尾巴，草太密了，看不进去，兄弟们这里。这里有一条，兄弟们，这条应该大点，看到尾巴了，看到尾巴了没有？看到尾巴没有？哎，这条大点，哎，这你别笑，完了完了，兄弟们，高兴的太早了，哎，这里还有条，这里有条，哇，这里还可以，兄弟们，这里还可以啊，这里还可以。确定一下，确定一下它的方位啊，兄弟们。看到没有？哦哟，兄弟们，这里还可以。哎呦，哇！哎呦我的妈！大哥，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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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，这里好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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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呦，哎呦，他都进去了，怎么还跑出来了哦？这就搞笑了，这个进都进去了，尾巴又出来，唉，差点点啊，差点点，差点点又，差点点又翻车了，兄弟们，哎呀，这个鱼货。还是要换一下，不换一下的话，真的意外太多了。不负众望啊，兄弟们还是抓回来了啊，抓回来了。